许多历久弥新的艺术作品。我看你是脑袋大，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是伙饭。生意，餐饮人们怀旧的情绪。我父亲开了一个店啊，叫是这个正宗老北京巴西美式炸鸡。看来咱们开些经典台词，那些熟悉的形象。没关系的，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。送个果篮过来。平凡中有感动，谢谢。平淡中见真情。这小果篮。综艺喜乐会。拎过来，累坏了吧？经典欣赏佳作。白里透着红呐、啊，红里透着黑，黑不溜秋啊，绿了吧唧，哎呦，蓝巴巴的，我什么色啊？溜溜的，嗨，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，乡亲们呐。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。乡亲们，有一时十五二十二。大白菜的事儿是你奶奶吧？啊，他找你了。你不在家，他不找我找谁呀？嘿，我说呢，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。那雇人吧，又得花钱呢。那是谁呀？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。停！怎么了？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，怎么还放这曲子？哦，音乐放错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哎，都给我精神着点儿。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，招聘慈禧当跑堂，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，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？传38号老太太，过堂。过堂啊，不是那个上场。哎，38号来了。哎，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。想当初啊，我是民兵排长。哎呦，这个民兵排长，同志们好，老太太好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哎呀，先别啰嗦了。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？愿意啊、哦！我们村啊，现在也富了，也想开个大酒楼。好、啊，开发旅游资源。嗯，我到您这儿打工，我不为赚钱，哦，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。哎呦喂，录取录取了，那我就谢谢您了。甭客气，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。咱们干活吧，说干就得干。哎，都给我精神点，准备。开这，嘿，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？麻布，嗯，软和，吸水，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？哎呦，先别着急干活哎，让老太太开开眼。走，瞧瞧，哎呀，嗯，这闺女真俊呢，漂亮吧？这旗袍也好，哎。嗨啊，这麻布太小了，来换我这个。人家那是手绢儿，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。我也穿这个。嗯，你跟他们的不一样。我说的呢，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。对，带老太太试衣裳。上哪儿试？后边去。里边请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太后大酒楼。对，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，是物价局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让报菜价。就说我不在。哎，我们经理说他不在。他撒谎你都不会撒。喂，我不在。不他不在，我是他女秘书。您放心，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，物美价廉。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。哎，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？衣服穿好了吗？穿好了，请。真漂亮。哎呦，您别抖了这麻布。哎，我说是拿
他代替手绢呢。哎呦，老人家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呦，真是没想到啊！您穿上这身衣裳，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。谁？慈禧。慈禧？嗯，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。炸！不行。我是八辈贫农啊，它的成分太高啊，我不装这个。哎呦喂，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。实话跟您说了吧，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，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。那就更不行了。怎么着？有文件呢。嗯，不许三陪。哦，不让您真陪着吃，就让您在边上站着，给他们当解说员。哦，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啊，对，人家吃着我看着啊，对，那这慈禧不惨了点？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？我啥身份呢？我不告诉你了吗？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。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，我不都明白了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就是那托儿。对，您就是那托儿。对外别这么说，你怕啥的？那电视早就曝光了。嗯，卖布的有布托，卖袜子有袜子托，卖鞋的有鞋托，我就是那饭托。饭托，明白明白，早就明白了。好，哎，业务训练开始，上菜。哎呦喂，老人家您请看，这是啥？宫廷御液酒，皇上喝的。对呀，我能闻闻吗？请。香香吧，像二锅头。什么叫像二锅头啊？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。哎，胡说！什么二锅头兑水啊？到了这儿了，就得叫宫廷御液酒。哎呀，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？180块。哎，这卖180块。嗯，哎呀，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？老太太，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。再看这道菜，这是啥菜？群英荟萃，皇上吃的。嗯，那个白的呢？白萝卜。多嘴！什么白萝卜？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，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。那绿的呢？宫廷青萝卜。这红的呢？宫廷水萝卜。那这黄的我认识啊，是宫廷胡萝卜。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？哪儿啊？80。这卖80啊？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？不跟您说了吗？在这儿不能叫萝卜，就得叫群英荟萃。啊，群英荟萃，我看都是萝卜开会。别嬉皮笑脸的，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？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东西都大补。那皇上就拿萝卜补？啊，对，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、长生不老呢？也不尽然呐。怎么着？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，还有那先锋光绪，你算个。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？嗯，你拿他们比什么？你怎么不看看我？我怎么这么精神？你也不？哎呦，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，我是大补啊！哎呀，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。我这两天赶上减肥，那倒是减呢，倒是补哎。犟嘴！你是总经理，我是总经理啊。那你是想不想在我这儿学？想。想学照我教的练，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。总经理，嗯，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。啊，走。嗨，好好练着。真是的，我练你奶奶个嘴儿！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，那我都成绑票的了。说啥呢？是说宫廷的。喂，我是慈禧。哎，不是，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。离了是物价局。我跟离了说呀，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，都是他们呢。菜价是黑呀，真黑呀。那不行，我要走了，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。啊，离了要听啊。哎，
明白了，出来，哪儿去了？来了来了，还练不练了？嘿嘿，您别脱这工作服啊！你看，我这都练出汗了，这太投入啊！哎呦，投入好，投入好！哎，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，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，还有宫廷乐舞，是吹拉弹唱。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，哎呦，这钱赚的就更多了。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、啊。哎呦，能唱，我能唱。听听听。想当初、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，嘿，你猜咋的啊？就让我演那小琴。小琴。让我演小琴呢，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。嗯。哎呀，我这嗓子这高啊，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儿上，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，愣没截住我，结果这婚呢也没结住。哎呀，老太太有嗓子，这嗓子还高着呢。您是不是先下来嘿？在家上炕上惯了，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。说的够热闹的，到底会唱什么呀？我啥都会唱，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。嗯，就听您做饭这一段，你请好吧，都配合着点。我做的是焖肚炒肉溜鱼片，醋溜腰子炸排骨，松花扁担那白绫楼，海蜇拌肚滋味足，四两四两那个八碟菜，白干老酒吧，烫一壶烫一壶，赵四方你看一看你尝一尝，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，香不香？香哦，香死个人嘞！哎呀，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。待会儿啊，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。我能唱，老太太。哎，您可别光说不练。别耍嘴呀！我要是耍嘴，我是个棒槌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。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，我吹，我吹。瞧我这张嘴呀、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；二杯你肾不亏，哈哈，还是美；三杯五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怎么白里透着红啊，红里透着黑，黑黑不溜秋啊。了吧唧，哎呦，蓝巴巴的，什么色儿啊？直溜溜的，嗨，粉嘟噜的个透着那么美。哎呀，您可把我吓坏了。这酒怎么样啊？这酒真是美，美呀，美呀。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。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？就这嘴秃噜了。你应该这么唱。你看这道菜，群英荟萃，要离了80，一个都不贵。过来看一看，亲口尝一尝，你吃到嘴里特别的滋味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尝一块脆不脆？我吃了一块，嚼在嘴里，确实它有点脆。为什么这么脆？为什么这么脆？我现在问问你，我它为什么这么脆？它怎么这么脆？它就是一盘大萝卜。又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你老都听清楚了？嘿，跟谁讲话呢？物价局。哎呦，你甭打算开张了，你看看你打算开张，我给你个秘方。哎呦，快说呀！拿笔来啊，笔墨伺候着。哎呦，拿笔来，拿笔来，哎，老人家，老人家。
什么意思啊？连啥意思都不懂，你真是棒槌！嘿，他说咱俩是棒槌，你这老太，我的天哪！走四方，那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村又一庄，走四。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，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，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。只要是演员一到，我们立刻投入拍摄。导演，哎，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！那个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。那个导演，哎，对对对，导演，哎，服装，把箱子都打开。那个，哎，对，那个导演呢？道具都陈设出来。朱时茂，导演，哎，面熟啊！是面熟啊！您忘了去年的今天？去年的今天，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，啊，一桶面条吃进去，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。您忘了？陈小二。哎呀，这一年没见了。就是。哎呀，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。哦，那好。哎，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？没有，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，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。哦，阴天下雨，那个叫做什么？这个风湿位。风湿位。对。对，风湿性关节位。对。风湿性关节位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冷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啊！我找您。回去休息。不是，好。那个导演，我回去休息啊。赶快准备起来了。哎，据我，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。去！快去看看，去看看啊！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？哎，贴出去了。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？有啊。在哪儿呢？导演在这儿呢。啊？您看，这不是招聘广告吗？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，身体强壮。我觉得我都合格，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。我跟你说啊。去年就是因为你，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。是，我知道，我觉得很对不住您，可是今年不会了。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，导演。我跟您说吧，您说今天吃几桶吧？您说，多了不敢说，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，导演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年不吃面条，不吃了。今年呢，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。我身体结实，您，我还行。不，我要这个不怕冷的。我抗冻的，导演。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。导演，您不行，您说是怎么着吧？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？不，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？我给您下个岔，导演。来，您，导演，来，您到这边来看。您看呢，导演。您觉得怎么样？您觉得怎么样，导演？您看，我还能往上扛。还真练过啊！扛一扛，导演。好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，据我，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？不会有了。为什么？这个40份招聘广告，全让我接下来了。啊！导演。您就答应我吧，导演。我跟您说，我这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，导演。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。您知道我给您发红包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今年啊，再用你一回。真的，导演。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！是。这一下全看你的了。没问题，导演。好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这个戏啊，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，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大变样啊。对，农村变化那是太大。对，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，他有的都买了彩色电视机、录音机啊，你说什么没有啊？缝纫机、自行车、手表，还有老母鸡，啥？养鸡专业户，这个。有的家里头啊，他还买了，汽车、拖拉机、大拖拉机、小拖拉机、手扶拖拉机，骑着摩托车下地也那威风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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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嘚什么你嘚？
是你说是我说？我说呀。哦，不是，是您说呀，对不对？您说，是不是？是因为这个，啊，这个，啊，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。哦，我都知道。啊，我也不说了。哎呀，我给你讲讲这个戏吧。哎，您说说这剧本。我这个剧本里头啊，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。中年农民，哎呦，这巧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年正好30岁啊。这个，你看我农民有农村生活啊。我爷爷是农民啊，我父亲您知道，那算半个农民吧。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，对不对？我下过乡，插过队，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呢，可在医院里呢，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。导演。啊，你说吧。啊不，导演，您别生气，还是听您的。你说完了？啊，我说完了。听您的。说说。是。啊，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个，对，是吧？这个，是不是？是什么是啊？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你不是。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？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啊，对，哎呀，我今年正好30岁。我知道这个，你看我爷爷是农民，我父亲农民。你能不能闭嘴啊？你，对不起，导演，您还是听您。这个中年农民呢，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，手里拿了很多的钱。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，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。是的，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。对，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。啊，这个没问题，导演，这个没问题。我跟您说，不就是高兴吗？对呀，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。什么特点？我一看见钱呐，我就高兴。哎呀，那钞票拿在手里，有一时10、20、25、30、35、40、50。好了，没问题。你听着。我王老五不是，您不是改名了？你什么改名了？您不是叫朱时茂吗？我说的这是台词。哦，台词，我说的。对，你说，相信你说。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没啥说的，这什么导演？没啥说的，哎，都到我家喝酒去吧，喝酒去吧。您看这身段怎么样？好，来一遍。从头来。哎，是这个手指头是吧？你说，乡亲们呐，停！不要你说。哦，不要我。来呀，来。要我说了。你说。停下。不要你说。那我就不说。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，对吗？我一个字都不说了。哎呀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？你我不笨，你怎么不笨？我是不笨。你不笨了，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？我清楚的很。清楚吗？你让我说我就说，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。我说是这样子的啊，你说，你不说，我不说。对，你说这个后边这个乡亲们呢，我王老五等等这些啊，还要你说？对呀，我就是从你说呀，乡亲们呀，我听。你说，你一定不要说。不是这个导演，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？哎呀，你看我的吧。我看您的，是不是？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，很高兴。你说，乡亲们，我就是这么说的呀。我都让你气糊涂了。是吗？我给你比划一下吧。啊，您比划着说。这个，你说，不要了。哎，这儿，啊，
乡亲们呢，我王老五等等等等，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。哦，您啊，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，是不是？剩下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啊，没什么说的，是不是？对嘛，对不对？对嘛，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？你一会儿你说，你不要说，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？这还是我的，不是？那当然了。好，算我的吧，你来吧，来一遍。不就这点戏吗？就这点台词啊。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好，换服装，换服装。哎，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。不，您看，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戏啊，它是山区里的戏。山区的戏，山区的戏。服装，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。那个导演是，您说什么准备？背心儿。啊，鸭绒背心。什么鸭绒背心啊？皮背心儿不对，和毛背心也行。什么毛背心儿？那什么背心儿？哎呀，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儿嘛。打篮球的小背心儿，不是？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，导演们。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，-30°C，这，您让我穿着。我这个戏啊，它是夏天的戏。那咱们夏天再拍嘛。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？是，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儿在这雪地里站着。您说，您这，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，对不对？您说是。那给他加件小褂吧。他，要不然他穿着疼。加个小褂。加小褂也够呛，这，您说是不是？我跟您说，他身体不行，那要不这个剧务，咱们换一个演员。不，导演不，您不行，换演员那就算了，我坚持吧，导演。那好，坚持换衣服。坚持，能坚持啊？能。好，换衣服。能，导演。哎，行。那行是行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，咱们可得快一快。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。哎，你快快走吧呀你！各部门注意了，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。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。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。这个演员呢，他有个特点，他的鼻子比较大。哎，根据这个特点呢，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。还有一个特点，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。哎，根据这个特点呢，就是拍戏的时候，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，这个镜头啊，要有中景推到近景，最后啊要推到特写，表现的这种情绪。哎，说心里话，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。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，往漂亮的拍。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内大的钱给他拿着啊。换服装快点，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。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，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。哎，另外焦点要注意啊，你不要对到鼻子上，你要对到鼻子上，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，啊，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，哈，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。哎，导演，哎呀，这片子，哎呀，导演，导演，钱拿来了。毛巾不对。啊？毛巾不对。毛巾，要不这么着？是吗？不对。啊？回来？什么回来？你要拿下来。拿下来？不是，哎，放到这儿。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。你放到这儿，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。擦擦汗呢？我。哎，对。好了，我们各部门注意了，演员已经来了，大家看一遍戏。
于万，开始，开始，这正式拍吧，你快来吧。不是，这受不了了，大爷，正式的了啊。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，一五一十，十五二十，二十，今天晚上都到我家。哎，别，没啥说的吗？还有一句，都到我家。没啥说的呢，还有一句就完了，都到我家喝酒去吧。停啊！没啥说的了，是没啥说的了。没啥说的，你说了吗？没啥说的，我还是说什么？哎呀，是不是？你这个台词里头，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，有吗？当然有了。哎呀，导演，你看这一冷啊，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。导演，这句话呀，他是描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，对，没啥说的，这个憨厚这性格你一定要说嘛。是，不过也差不多。哎呀，行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，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。多谢导演栽培，谢谢导演栽培。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。咱们正式拍，啊，正式拍。合着刚才那是？刚才试一遍。这么冷的天儿，能一遍一遍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胶片紧张。啊，合着人是有富裕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怎么那么多废话呢？哥们们注意，正式拍。哎，这正式拍。预备。好了。我说不行，导演，我赶快活动。预备，预备，咔嚓！我说你这个人怎么？你能怪我吗？这能怪我吗？这！哎，这！哎呀，导演。好了没有？什么？我好了没有？好了就快拍吧。我，哎，这早就好了嘛。好了，拍吧就，快拍。正式拍。是。预备。开始。乡亲们呐，高兴一点啊，高兴一点。我王老五。我活了这大半辈子，大半辈子。我说你这干啥呢？你这干啥呢？你看你这是，这能怪我们？这零下三十度，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，啊！您看这鼻涕，它是不由自主的，它流下来了吗？您看。我说你是不是？您看这都，哎呦，导演，对不起，不是你，对不起。醒点鼻子，醒点鼻子，怪我们。醒醒。哎呀，导演，谢谢导演。啊，来，站好，正式拍，预备，站好，别抖。啊？别抖。谁抖了？你看你没抖，这怎么了？他就是有点哆嗦嘛。你哆嗦什么呀？你说我哆嗦什么？啊？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？对呀，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？嗯，小风一吹，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？是不是？对，怎么不对？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。我浑身发热？你想啊，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？这么回事？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，浑身大汗。对，行，等一等，我去跑20里地回来。好。哎，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说，哎呀，你设计个什么动作就？设计动作啊？有了，导演啊！您看这个怎么样？扇扇风。好啊，好的。我再拿毛巾擦。哎，对。
要边擦边说，乡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，我。好，哎，怎么样？停啊！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，我上哪儿出这汗？你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哎，有办法啊。能让我满脸是汗，你满身都应该有汗。哎，那好，您说。哎，化妆，给他端一盆冷水上来。不行，导演，我跟你说，不行，不拍电影，什么苦都得吃。不行，这苦咱受不了，快来吧。不是，导演，我这有胃病，导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导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这是要出人命了，导演，我这。这少了，哎，转过来，好，我们哥们们注意了，现在演员呢是在-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，身上又浇了水，因此我哥们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，行了，不能再耽误了。行了，导演啊，我赶快拍吧，正式拍，预备，开始。说，不要你说，不要你说，你跟我说吧啊，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我王老五，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，我发热了，什么呀？你说，我满头大汗呢，我是，我浑身大汗。我浑身发热了，不是，浑身冒汗，你怎么搞的你？你这个戏就是，冻住了，剧务赶快救护车！哎呀你呀你，我说你身体不行吗？你非说行，哎呀你呀你啊！哎呀，还得我送你进医院。来吧。哎呀，你还该干嘛干？哎！哎呦，孩子们，我看谁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？哎，坐好。老师啊，接着给你们讲故事啊。今啊，荷花姐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这回呀，可是出大事儿了！出什么大事儿了？街道主任要来检查咱们幼儿园。哎呀娘哎，你说咱们这个幼儿园办得这么好，还怕人家查呀？没事，我听说呀，有2家不合格的幼儿园全都给封了，万一人一来拿出封条，啪就把咱们给封了，可咋办呢？不可能，你看咱们，你们好啊。你好，你是？啊，我是街道主任，我姓马，马上峰。你这干什么呢？这是马上疯，他马上疯，你刚进门就马上疯了？我没进门我也马上疯啊。你真的马上疯啊？是啊，我街道主任马上疯。明白了吗？街道主任马上疯。欢迎主任马上疯。你有病啊！你怎么能欢迎马上疯？必须欢迎马上疯！我坚决反对马上疯！哎呀！主任，对不起！哎呦，不是我这刚来，怎么就反对我呀？哎呀，他不是反对你呀，他是反对你马上疯啊！我就是马上疯啊！你看看，他说他们，人家的名字叫马上疯。哎呦，主任，我姓马。高尚的尚，是风格的风。哎，哎呀妈呀，你的名叫马上风啊？啊，哎呀，这哪是人的名啊？是什么名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人哪能叫这名啊？怎么回事？你这是他们怎么说话呢？对不起，他一见着你呀，他紧张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不用紧张，哎，是你紧张什么呀？对，是。我听说呀，你们进城的务工人员自己啊成立了个幼儿园。我就是来查这个事儿的，啊！一会儿检查要是不合格，我还真就得马上疯。你们从事幼教工作，身体检查了没有？
哎呀，主任呐，啊，你看你有咱这体格，还用检查呀？多足实啊！哎，没来这当老师的那会儿啊，啊，我在一座大楼里干活来。哎，30多层的大楼啊，我就那一层，一下上了38层，我连口大气都不喘。你干什么活的？开电梯。那你是不喘。为了孩子们的健康，不检查身体绝对不行。是是是，明天呢，我们就上医院去看看 X 光，看看 VCD、MP3。啊，你再看看 DVD， 你这是体检吗？那喝出去了，我俩上医院做个解剖。哎，啊，你就正常体检就行啊。啊是，关键你们的这个设备啊。太简陋了。哎，这设备是挺简陋的，但是教学水平可不简陋。是，我们这硬件虽然不硬，我们软件可是真软。哦，啊，不是，软件不软。对对对，你们俩都能教孩子什么呀？我用普通话教给孩子们背诵诗歌。哎，你要闭上眼睛一听啊，我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呐。哦，那我得听。哎，主任您请。您呢，你闭上眼睛听着啊。孩子们，咱们现在用普通话背诵诗歌。那那那曲波向天歌。不是，行了，曲什么向天歌？曲波啊，曲向向天歌，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，你这不是瞎教吗？你这向不就是脖子吗？啊，那你这掌还是爪子呢？这还像主持人？哪个主持人说话是你这味儿啊？主任。主任，他普通话教的是不标准，可是吧，我数学教的贼拉好。对。哦，数学教的好。啊是，他教理科，我教文科。是。哦，你们分工还挺细的。我们是按清华大学来的。哦，你别糟践清华大学了。你教数学教得好，那我给你出道难题，听着。买白菜，啊，一斤白菜3.6毛，啊，买3.5斤白菜，啊，多少钱？哎呀妈呀，你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，一斤白菜3.6毛，3.5斤白菜，嗯，你给人3.6毛，人肯定不卖。那还用你说？叔叔，我会算。哦，你会算啊？那你说说。一斤白菜卖3.6毛，啊，3.5斤白菜卖1.6块。哎呦，太对了！那要是5斤白菜呢？1.8块。6斤白菜卖2.16块，7斤白菜卖……行了，算的太对了，太准了！你是跟谁学的呀？我妈是卖白菜的。太聪明了，以后叔叔买白菜就找你妈妈去买。叔叔，啊，你比我还聪明呢。我比他还聪明，你哪聪明啊？我哪儿都知道。嚯，哪儿都，你都知道哪儿啊？我知道啊，中山路、建国路、向阳大街、平安路、恒祥小区、榕树小区、成果小区、蓝天小区，还有你们家住的三道河小区。哦，连我们家三道河小区你都知道啊？我跟我爸爸给你们家送过牛奶。哎呀，太聪明了，太聪明了！这么聪明的孩子，要是没个明白人教啊，可就全耽误了。谁说没有明白人啊？我就是明白人啊！你看，我不但教他们文化课，我还负责他们艺术课。啊，你还懂艺术啊？瞧你说的了，不是艺术大师梅兰芳说过呀？啊，没个3把刀子、2把剪子，敢吆喝敲猪啊？梅兰芳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呀？反正是吧，在村里唱戏的时候，我就唱红了。主任，这么得了，您呐，坐在这儿去啊，我给您唱一回，咱们听听。您请坐，您请坐。大爷，啥呀？
你刚才这唱的什么呀、啊？这是？河北梆子，辕门斩子，杨柳郎的一段唱。这孩子们他听得懂吗？都鼓了掌了。哎呀，小朋友们呢？你们知道杨六郎吗？叔叔，我知道。哦，杨六郎就是一只羊和六只狼。叔叔，别动。他说的不对。哦，杨六郎是演家将的故事。啊，你还真知道啊！我不但知道，我还会唱呢。啊，对，哎，给叔叔唱段河南梆子。不用。戏的这太不正规了，这个叔叔，不要说话了，叔叔，我唱的不好吗？我唱的不好吗？我，啊，叔叔没说你们唱的不好啊，是唱的好，唱的好，可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可幼儿园他不能这么办呢。叔叔听说你们天天就吃馒头咸菜，那孩子们的营养哪跟得上啊？叔叔，你说的不对，俺不吃馒头咸菜，俺吃包子、炒菜还有鱼嘞。那馒头咸菜给谁吃啊？那是俺老师吃嘞。对，老师吃的。那我明白了。我叔叔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的成长，你们都是天才呀！哎呀，主任呐，你别看这些都是农村来的孩子，这将来呀都是对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呀！是啊，对对对，这是未来的常香玉呀！他要成不了常香玉啊，主任，这就是你的事儿。这是未来的宇航员，那将来能在月球上翻跟头。他要上不了月球啊，你得负责把他背上去。这是未来中国的银行。他要成不了银行家呀，银行有多少钱你赔他多少钱。对，我赔得起吗？我你怎么都冲着我来了？那谁让你要封我们幼儿园了？我们不找你找谁呀？我没说封你们幼儿园呢，我们要封的是那些个打着办园的旗号骗钱坑孩子的幼儿园。我看明白了，你们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孩子，这些孩子就是咱们这个城市未来的主人，是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呢。哎呀，主任呐，你要不封我们就好了。不但不封啊，我得帮你们把这幼儿园办好。哎呀，我负责，先给你们调来两名幼儿教师，再配备一些硬件设施。另外还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需要，只管提出来。谢谢主任。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，那是一个劲儿的刮，鼻涕一个劲儿的流，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，说我这叫一夜风流。呵，哎呀，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，刚到我这儿没了，这也难不住咱们。我搭进去200块钱，我买了两张高价票，切，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，瞧见没有，下铺。是小郭吧？是小哥。哎呦，老陈呐，我说有事儿您说话。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？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去了？我练气功去了。我哎，等一等。你会练气功啊？不得了啊！你在练什么功啊？我能练什么？我从风流功。风，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！有时间教教我好吧？哎，行啊，不是有事您说话。哎呦，哎，小郭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。老陈，我这就给您扛上去啊。
已经有人扛上去了啊！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，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，六层楼啊，不得了啊！那民工都是哥们儿，打个招呼就来，有事您说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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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！这位，个小伙子不得了，谁给扛上去的呀？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，你都用笤帚。你说，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？啊，他找你了。你不在家，他不找我找谁呀？嘿，我说呢，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啊。那雇人吧，又得花钱呐。那是谁呀？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。你说你成天这揽事儿搭钱，你到底图个什么呀？瞧你那手冻的样。我图什么？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。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，啊，自从我给他买了三张卧铺票以后，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？给我带东西了，而且带好几个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还好意思说？不是你干什么呀？这是他们。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。我问你，这牙刷值几个钱？三张车票你搭了多少？搭了三百呀。三百？但是账不能这么算。行了，打这月起发了工资，一分钱都不许你留啊！我算看出来，这个家呀，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多少给我留点。不行。你留点。不行。这家的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，怎么着？嗯，没事儿，我随便问问。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！当着外人的面，你给我留点面子。嗯，开门去。弟妹。哟，老牛啊！哎，哎呦，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。哎，客气嘛。老牛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哎，啊，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？这不能用啊，毛太硬。谁用它呀？哎，有事您说话。哎，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？瞧我这脑子，给。哎呀，呵，梁子全是下铺啊，咱真有本事。这有什么呀？小事一桩，不就两张卧铺票吗？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，那哥们一大早送来五张。嘛玩意？不信你问他。啊。啊，五张，对，是五张。我就说呀，老牛就要三张，就那三张拿回去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，正好要五张。他怎么的了？没事，他牙疼。你牙疼吃药啊，别拿手抽啊。嗯嗯嗯。哎，那三张票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真有本事。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？是吧？下铺。好。啊、太好了，下铺。弟妹，他这牙疼可真得给他吃药啊，老拿手抽，这哪行啊？这个。对，他是该吃药了。行，你给他吃药吧，我走了。啊。喂，老牛，有事您说话。哦。哎。回见啊。啊，回见你了。回见。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。呸！你说，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？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。行了，你知足吧，我差点说成十张。你，我看你那三张下铺，你怎么办？这么着，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，多放点胡椒，我发发汗。吃完了，我扛了被子我就走，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。有人敲门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，哎呀，我都怕有人敲门了。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。啊，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？开门去。开门去。哎呦，科长。啊。哎呦，科长，您怎么来了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你本事一大，我就不能来了。科长，你买车票吧。啊。
你本事是大了啊！我还没想买票，这还求着我买。不买车票就好。来来来，科长您坐。来，你也坐，你也坐。哎呀，哎，这牙刷好用吗？好用，特别好用。科长，你刷牙。我刷牙？不是，喝茶。我说的呢，怎么一进门就刷牙？这是什么规矩啊？哎，郭子，咱们单位呀，想求你办点事儿。哎呦，您这是大科长，有事儿您说话。听说啊，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。喂，站长熟吗？熟。调度员熟吗？熟。都熟。都熟。弄几件车皮吧。我去，这怎么了？这是。没事，您喝茶，您刷牙。我，他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有困难吗？没问题。哦，那行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，跑跑车皮吧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走了。哎呦，科长您别走，那个。你怎么了？科长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他可没那个本事。你没那个本事，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？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。呀，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，小伙子用不着。哎呦，他不光排队，他还拿钱买高价票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。对。完了自己排队。啊。排队买不着，就自己搭钱买高价。就是。就是什么呀？那他不成傻子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好，科长啊，这车皮的事儿啊，没问题。哎，还是小伙子实在。行了，我走了。不是，科长，有事您说话。好，别送了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有事您说话呀。你说，车皮这么大的事儿，你都敢答应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回来！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？啊！你看看现在，人家男男女女，大小有点本事，人家都在那忙活。人这个开公司，那个当经理，这个有文凭，那个有关系。我呢，我是要啥没啥呀。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，分带鱼，我是那最窄的；分苹果，我是那最烂的。好不容易分本挂历，我缺俩月。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，人家谁瞧得起我呀？这就瞧得起你了。哎，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，人现在对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，牙刷就是证明。是。你丢不丢人呐？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，那该多好啊！咱认认真真干事，老老实实做人，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。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，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？我你上哪儿？火车站。干嘛？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下。哎呦！哎呦，火车站！呀呵，诸位都在这儿呢，有事儿吗？有事儿您说话。儿子大学毕业了。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，还得卖出好成就。我儿子要有那本事，他就不是郭晓达，他是阿凡达。女同胞们，到了我这岁数，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，儿子当爸爸养，对吗？幸亏我聪明，想了一个好主意，花钱买平安。老伴儿，哎，老伴儿。哎，形势大好，形势大好啊！能的，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！哦，有一个大客户，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，他全都包圆啊！太好了，那人是我花钱雇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，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，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。你要代言土豆？啊，我看行，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。哎，广告词我都想好了，听听怎么样啊？哎，土豆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你什么？
土豆，一切皆有可能，也就有做菜的可能。人类失去土豆，世界将会怎样？不吃了呗，还怎样？土豆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早烂了。老伴儿啊，我为儿子规划好了，你看啊，开始创业卖土豆，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，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，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。你说生个嘛？生个大孙子。好嘛，我孙子要长这样，我可活不了了。行了，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。哎，去吧。哎呦，把我孙子收起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多孙子。哎呦，喂喂喂，啊，阿姨好。哟，小花姑娘，你怎么长到我们家里来了？来来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哎、啊，不行，快请走，快请走，快请走。什么情况？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，我老伴跟儿子都不知道，让他们俩看见你，我就活不了了。哦，哎，阿姨，这是送给您的。哟，还给我送礼呢。哎呀，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，我给你补助3毛钱，发财了吧？高兴了吧？哎呀，这不像高兴啊。土豆卖不出去了啊！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，就越进越多。今天我得买他500斤，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。哎呀，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？又不是土匪追你。阿姨，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。哎呦，别介，你单方面撕毁协议，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。那要不这样，等行情好了，我再回来找您。真的，骗你我是小狗，不行，万一真的跑了，街上那么多小狗，我哪知道哪只是你呀、啊？别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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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，哎呀，这样吧，哎，阿姨给你100块钱，你再坚持坚持。阿姨，我给你200块钱，我不坚持了。我给你300，这200块钱是我的，那拿钱走吧，哎。哎呀，阿姨，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，我就不走了。嘿，这倒霉孩子，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，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。绑定了？哎，我晕。妈，来客人了。哦，好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谢谢叔叔。哎、你怎么回来了呢？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。哦。喂，蔬菜批发市场吗？老马，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事。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。这孩子不是妈为嘛甩的？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绑定了，就是绑一块了。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？绑一块搞对象吧？你问呀？搞对象？啊，对。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。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。我懂，我再打个电话。呀，叔叔，别再进土豆了。不是进土豆，我让儿子回来。呀，叔叔。啊，不是，那个，哎呀，不是让市场看儿子吗？啊、快点去，快点去吧。哦，对对，嗨，哎，叔叔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呦，可算走了。嗨。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，我怎么能走啊？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活不了了。姑娘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别给我说漏了啊！哎，谢谢叔叔。姑娘，现在是上学呀，还是工作呀？大学刚毕业。这姑娘不错，咱儿子挺有眼力的。哎呦，那是我有眼力呀！哎呀，我想了好几个人，我才想中他了。阿姨，我觉得我不合适。我觉得你特合适。哎呀，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，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，怀揣梦想，四处寻找呢。哦，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？阿姨，您再换个人呗。有别呀，我就想中你了。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。我初学乍练，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。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。那个，孩子搞对象的事儿，你别掺和行吗？我懂。哎呀，又懂了。
姑娘，哎，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？1块钱一斤进货。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？1块钱一斤往外卖。你干赚吆喝呀？这姑娘看着挺机灵，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？没啥缺心眼儿。姑娘啊，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，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，你不就赔了吗？赔不了，我卖1斤土豆，有人补助我3毛钱。他碰上傻子了。你才傻子呢！我也没说你，你着什么急呀？爸啊，姑娘啊，哟，儿子回来了。我真活不了了，看谁来了！哎呦，您怎么来了？欢迎欢迎，快请坐快请坐，坐吧坐吧坐吧。妈，水果呢？啊，水果，快快快！哎，妈，哎，这可是我的大客户。我才是你大客户呢。谢谢啊，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。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。你能，你能，你能，能能啊！你不管受多大累，你都能照顾他。哎，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，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？哎，爸，这您不知道，目前呀，他只能照顾我，我照顾不了他。目前就得互相照顾，要不然将来你们结了婚，生了孩子怎么办呀？结婚生孩子啊？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。指望我抱孙子？那个，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能不往心里去吗？卖土豆，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，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？阿姨，我只有卖土豆的义务，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。你捎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既然是搞对象，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。哎呀，你们这都说什么呢？谁和谁搞对象？我爸怎么了？你爸 out 了。什么？我不 out。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？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。妈，什么协议？您这儿漂移呢？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。你往细里说。往细里说，往细里说就是，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。上哪儿去啊？苏三该走了。给我回来！你想急死我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反正也活不了了，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，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，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，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，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，你看看吧，你还是别看的好。哦，弄了半天补助他3毛钱的人是你啊？我就是那傻子。你潜伏的够深的。我不是天津站的。妈，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，将来他能有出息吗？啊，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，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？啊，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，把土豆卖给他们了。你看，食堂能要他的土豆，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吗？我也没什么手段，食堂管理员是我爸。对吗？这个太好了，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。哎呀，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。妈，其实卖土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。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，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。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，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。你想，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，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，对不对？好主意，可以带我一起玩吗？嗯，咱们共同创业。好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太好了，又绑定了，咱们也来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哎哎，慢点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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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的生意做大了，咱们更得做好代言。代言？对，我叫土豆锅。我叫土豆菜。土豆真不赖，能炖一锅菜。好，好，
我们是八零后，创造新成就。你们是新品种，我们是老土豆啊。我姓韩，也是一名教师，小学教师，到现在执教40年了。哎，不过和其他的老师不同啊，我带的学生不多，因为我竟当班主任了。说实话，累是有一点，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们，他们都很争气。哦，手机。喂，韩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今天是教师节，哎，我祝您节日快乐。哎，谢谢。我想去看看您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你千万不要过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马上就要退休了，明天是我的最后一课。哎，因为学校组织全体老师来观摩，还有外校的呢，所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的备备课。那行，老师，哎，我就不打扰您了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不行，这个手机我得关了。电话。电话也得拔了。哎，哎，哦，电视关了。哦，对，空调，空调噪音太大，也得关了。哎，去捉老鼠去。人老了，备课呀不能有动静，一点动静都不行。哎呦，这个动静可不小。哎呀，哪位呀？这是我，韩老师。哎，哎呦，郭子，韩老师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，哎呀，我这不是刚收车吗？啊，这到我家门口一摸，钥匙没拿。哎呀，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吧，我媳妇上人家打麻将去了。哎呀，这你过来呀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我就说先在你这坐会儿。哎呀，你坐呀！啊，好，我坐，我坐。哎呀，说话呀！啊！你们老师不是特能说吗？那是上课的时候。对，上课只许你们说。不许我们说，我们要说的时候还得举手。在家里不用举手吧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提问题的时候才举手呢。我有问题。啊，真够快的。好，说吧。韩老师，嗯，您姓韩，啊，你这家里怎么这么热呀？那我应该姓夏。你姓什么？没开空调啊？遥控器呢？啊，哎呀，来来来，给我给我。不不不，开开开。我跟你讲啊，行了行了，我。你不开空调，人家客人会投诉的。怎么？客人投诉？我是说我们开出租的，哎呦，真不好干呢。冬天吧，要热风；夏天吧，要冷风；不冷不热吧，要开窗通风。好嘛，这通风通的，把我头型都吹乱了。是。你这还有什么头型啊？连头发都吹没了。干你们这一行的真辛苦啊。那也不如你们，每天上完课回来染头。怎么我们上课还染头？你每次回来我都看见了，那头发都让粉笔墨给染白了。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郭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呀马上就退休了，明天是最后一堂课，这堂课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得好好的备课。哦，你们每天上课前一天都要背下来啊？哎呀，真不容易啊！我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们背课文，哎呀，被那唐诗把我累的呀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说我家就有酒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背了，不要背了，我都让你给背乱了。还是我背吧。啊，你早说呀，就在这儿背呀，你背你的。你甭管我。不，你背吧，背哪首？你我不是背哪首，我说的不是背诵的背，是准备的背。要想上好每一堂课就得提前备课呀。所以那你背，你背，你背你的。不，你甭管我，我就在这儿。好，那你自便吧。好。
电视吗？你忙你的，甭管我。韩老师，你遥控器吗？那是空调的。哦。哦，好，你给我，你不管了，你忙你的。韩老师，有电池吗？不行，这是五号的，太粗，七号。啊，对对对，就这个。你说多巧啊，赶上我这没电了。好，行了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吧，这下没事了，你忙吧啊。呵，手撕鬼子，又撕一个，呵，又撕一个，你们把鬼子当烧鸡可不行啊。快回房，别等裁判，快回房。完。哦，哎呀，传呢？什么玩意儿？过吧，你继续追他们，往台，往外线发展。不是，请过吧。因为他病了，我不坐，我不坐，坐一天了，我站着歇会儿。而且是往外侧。对的，你不干，你再逼他一，我全走。过吧，这点没有经验。过吧，关了，关了。我都说前十五分钟，对，反正咱也赢不了。郭导，批改作业。你在这儿，我真背不了课。请你回到原来的座位上，不要出声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韩老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！韩老师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别管，你别管，我来这边。踢到楼下了。不要管他，不要管他了。好了好了，韩老师，哎呀，郭大，韩老师，啊，厕所在哪儿？我被你嘘出来了。哎呀，好像我也。你先来，你先来。啊，不不不，还是你先来吧。你先来。谁呀，老魏啊？啊，我在这儿帮着韩老师备课呢。啊，干嘛？你看，没文化吧？不是背诵的背，是准备的背。吃什么？小龙虾不去。哎呀，撸什么串啊？不撸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韩老师，你撸不撸？不，我没有时间撸，我要备课。啊，喂，不吃。嗯，啊！我说啊，咱们这没文化的人，要多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，知道吧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叫近朱者黑，近墨者黑。怎么都黑啊？应该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哦，对，他挂了，这课他没听着。郭子。你这样我实在是背不了课，要不这样，我陪你聊十五分钟，然后你去吃饭，我接着备课，行不行？
15分钟够了。啊，好。那我来。说话呀！我说，你不是要跟我聊15分钟的吗？哦，对，哎呀，这个聊点什么呢？郭子，你看啊，我当老师，你开出租车，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呢？韩老师，嗯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这人嘛没文化。看出来了。对不起。我虽然没文化，但是我愿意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啊，你知道吧？自从您搬到我们小区来，小区的人都特别荣幸，我特别荣幸。不敢当。真的，我吧从小就没好好上学，也不听老师的话。哎呀，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听听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多跟我说两句话。我好像没教过你吧？没有。韩老师，你打过学生吗？没有，我执教40年，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学生。那你是没碰见我，碰上我你一定破例。那你得多不听话呀！啊，不过学生再不听话，老师也不能动手打学生。你说现在都怎么了？啊，那时候我们说爸妈送孩子上学，是不是就送到你跟前说？这孩子就当你自己的孩子，该打打，该骂骂，是不是都这样？对。现在跟送祖宗似的，到你这儿以后，你要敢动我们孩子一指头，我跟你没完。这家长和孩子怎么都变了？是，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，学生怎么变，老师永远不能变。媳妇儿回来了，啊，好，那你先回家。对，哎，我交代你的事儿啊，好，哎，郭子，正好你爱人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？你说话不算数啊！还老师呢？不是15分钟吗？另外我这心里堵得慌。那怎么你心里还堵得慌？哎呀，你不知道韩老师，自从你搬到我们小区。我就盯上你了，你别害怕。我是说，你小老头也不容易啊，不是抱着本儿就是搬着书，啊，楼上楼下的跑，哎，还染着头。我一看，有时候给你打招呼，你都累得懒得理我。哎，不过今天我一定要来，今天对我来说很特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哦。你的生日，教师节，你的节日，对，我就想跑过来给你过个节。哎呀，哪怕高高兴兴的、快快乐乐的，就一天呢。好。哎呀，其实没想到，因为我没文化，弄得你也没备好课，我这心里特别扭。哎呀，韩老师，对不起啊。不，千万别这么讲。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的学生说，一个人有没有文化。不在于上了多少学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。郭子，你是好人，就是没文化。对。我可没这么说啊。你就那意思。你闭眼吧你。老魏，他非要撸串不去。好。哎，韩老师。哎。刚才你说要退休？哎。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，是真光荣啊！教了多少学生？一共一个，一本儿，什么一本儿？影集。哎，哦，学生都在这里面啊？对，那我可以看看吗？可以啊。韩老师，呀。那时候那么年轻呢，还有小胡子，真帅、啊。哦，这班里这么多人呢？我是班主任呐。
你快看，这本影集啊，我数了数，一共是999个学生。退休之前，我就有这么点小小的遗憾。要是能有1000个学生给我凑个整，那就太圆满了。韩老师，啊，其实吧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，我一直认为我没遇见好老师。其实跟您聊过天以后，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，只不过我没有当一个好学生。韩老师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你把我收下吧，让我当您的1000个学生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啊，郭子。你等等，老师，老师，哎，我回去赶快把它洗出来，让它放在你影集的最后一页，你就凑齐1000个学生了。谢谢，谢谢郭子，还叫郭子，叫学生哦，学生，老师。哎，学生，你当出租车司机，我当老师，但是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把一拨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。不过呢，你带的人少，我带的人多，你用的时间短，我用的时间长。但是不管时间长短，咱们都要把这一段路踏踏实实的走好喽。注意，预防近视，减少健康。学生。哦，对。喂，哎，啊，都准备好了？我让你买酒买了吗？啊。好，一会儿啊，韩老师就到咱们家吃饭过节。哎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是我老师，不是我得备课。摆在你面前两条路：一，上我家吃饭过节；二，我和你一块备课。好，那我还是先过节吧。敬酒不吃吃罚去。走，老师，过节了，走。谢谢。还叫什么？孙悦呀，孙悦啊，祝你平安呐！哎，哪个孙悦？你不是唱歌的吗？哎，心情不错，我心飞翔。我飞得起来吗？我怎么又胖了？什么叫又胖？说相声的，说相声孙悦。太对了，得500多斤吧？对，这人有500多斤的吗？多少斤？你问这干嘛呀？你260。还说260呢？什么叫还说呀？我老问他多少斤啊，他老跟我说260，一直260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个秤就到260。哎，我让秤懵了。我怎么知道他500多斤呢？你怎么知道啊？后来他用俩秤，一脚站一个，全是260。哎，合着我办事260。500多斤大胖子，哎，没那么沉。瞧不起你这样的人，对了，瞧，哎，忍不了你这样的人，哎呦，对社会没有贡献，整天胡吃海塞。各位瞧见了吗？现在社会就这么一种人，这瞧不惯那瞧不惯，这忍不了那忍不了，就是你啊。谁呀？你。社会上当有这么一种人，办的事儿让人家忍不了。什么事儿忍不了啊？前两天，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。对了，旅游，那叫旅游啊？那叫逛街。西单去逛街。哎，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，学习学习。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，雕塑有吧？有。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，你忍得了吗？哎呦，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！这是哪儿啊？哪儿？这是文人的天堂。哎，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。对了，我忍不了，怎么办？我抵制他们。你怎么抵制啊？
同志，哎呦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嚯，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？老师是怎么教的你？哎呀，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，怎么这圈圈是？我诅咒他。嗨，胡写了。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，我得坐公交车呀。是啊，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。又什么事儿啊？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，六七十岁了，上岁数，走道颤颤巍巍，哎呦，站都站不住了，岁数大了。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，你说多讨厌。哎呦，这都什么素质啊？要么低头看手机，要么假装睡觉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看看，气得我都坐不住了。对了，气得他都，哎，等会儿吧，嘿，气得你都坐不住了。啊，你有座啊？啊，那你怎么不让啊？我也累啊。哎，这好，这叫什么理由啊？也别说，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，她让我起来。我让你起来。我起来。哎呦，快点。嚯，这是大姐吗？我说大姐啊，你岁数也不大呀。对的，这是岁数的事儿吗？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？对呀，别废话。这是我的座。哎，你的座。大姐，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？对呀，我是售票员。哎，这哈，坐着售票员那儿。好嘞，瘦的姐。哎，瘦的姐，来，您坐着，您坐着。什么叫瘦的姐？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？别胡起外号。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？对呀。没有。怎么呢？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。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，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。怎么又忍不了了？我看公交车上的人，什么人都有。哦，各式各样。要么打电话，声音特别的大，这大声喧哗。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。哎，有这样的。听就听吧，你还唱出来？那不由自主啊。唱的什么破歌啊？那是。什么歌招着你了？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五环，什么破歌啊？这是是是，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，多讨厌呢！这人，我告诉你。行了，哎，这也不乐意听了。关键是啊，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。哎，吃东西怎么了？按说吃东西很正常，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。对，可是他吃那个东西，我的天哪！您怎么了呢？我都忍不了。不是他吃什么了？打卤囊。哦，对了，什么？打卤囊。打卤囊？什么样啊？就底下一个囊，上面一层打卤，打卤囊。底下一个囊，上面一层，这叫披萨吧？什么都不知道。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废话，这就披萨，无所谓。哎呀，反正还有人啊，在公交车上搞对象。哎呦，谈恋爱的，你说多讨厌？这怎么讨厌了？按说搞对象很正常，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。哦，是啊，是不是？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，但是我岁数小啊。哦，你岁数小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搞对象的话，我你等会儿，你岁数小，看的是不大，你多大岁数啊？我十七八了。哦，十七八，你等会儿。如果我搞对象，你抬头纹都开了，知道吗？说实话，我19了。哦，一岁啊。说实话，20多岁。哎，你如果我谈，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。说实话，不到40。哎，火，小半辈儿都过去。如果我谈恋爱，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。人家怎么了？那是公共场所啊。这俩人啊，又搂又抱，哎呀，又啃又亲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有点不雅，我忍不了。你怎么办？我抵制他们。你怎么抵制？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。小伙子，小伙子。该让让了啊！该让让了。你等，别乱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准备什么呀？这有让的吗？这个怎么了？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？怎么了？你没有这样的。我得下车了。你下，我让他挪一挪，让一让，怎么了？哦，你下车挪挪地儿，让人。嗨，你以为呢？我的天哪，流氓！谁流氓啊？是不是流氓？我以为挪挪窝呢。我得下车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。怎么了？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。哦，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啊！哎呦，多讨厌！是，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，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，出事儿。你心里难受不难受？难受。你别扭不别扭？别扭啊！我忍不了。怎么办？抵制他们。怎么抵制？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，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。你就追你都，你追汽车？你追得上，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。哦，有红绿灯啊，这还挺好。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。是啊，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。追，
红绿灯正给他控制住了，我就敲他的玻璃，对，我得跟他说道说道，你教育教育他，梆梆梆敲玻璃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递出了1块钱，哎，拿你当要饭的了？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？哎呀，哪儿不像啊？我这么聊啊，烟头给他递过去，是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他递出了10块钱，哎是。怎么又涨价了？他说让我买一盒抽。嘿，好，还真疼你。你忍得了吗？我忍不了。忍得了吗？忍不了。我能忍。这，哎，你怎么忍了？嘿嘿，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。嘿，不就是要饭的吗？哎呀，我开心呐。这还开心呢？有了100多块钱，我决定出去玩去。还玩去？旅游。旅游，这叫环游世界。100块钱环游世界。好的嘞。哎呀，想想我都激动。你别激动了啊，100块钱干嘛去呢？坐飞机去。还坐？你等会儿吧。100块钱啊，坐飞机啊，哪儿那么便宜啊？打折机票，打折也没有100块钱。去的地方近呢，哪儿啊？保定。哦，保定，保定。我吃驴肉火烧，别吃了，别吃了。多放肉，别放肉了，还多放肉了。那保定有机场吗？石家庄啊。哦，省会。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？哦，咱俩一块去的啊。咱上个月。对呀、啊。咱俩一块去的。嗯。你那机票100多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要我300多呀？啊，不是，你肉多，肉多、哦，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呐。哎，好的嘞，我们结伴而行。哎，到了飞机场，过安检的时候，人不让他上，不让我上，说他得托运。对，这人有托运的。后来他一亮身份证，同志，我是个人。人一瞧，嚯、哎，真是个人，太神奇了。哎，这好。这身份证管用，这才上去。是啊，我们上了飞机了，我们就坐的那个经济舱啊，便宜啊。一会儿广播通知了，飞机晚点了，保不齐。按说很正常啊，对。但是他特别讨厌，怎么了？一会儿要这个，一会儿要那个。我要什么了？空姐，空姐，啊，给我来个枕头。我枕着呀。来个枕头，一会儿说了，啊，空姐，空姐，给我来个安全带。我这来个不够长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。怎么系呀？这么系。这么系也不够长。哎，对，好，这是得要一截。还得再加一截，多讨厌！这可不是我讨厌，这是我应有的权利，是不是？飞机上你也能要，我也能要吗？哎，对了，这么神奇吗？那是啊，空姐啊，给我来个麻辣香锅。对，去，多放肉，多放什么肉？有要麻辣香锅的，自己的事儿自己办。哎，对呀，亲力亲为，没错。我觉得热了啊，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。哎，自己，哎呀，你有打舱门的吗？凉快，别凉快了，你打舱门干嘛？我热呀，你热不能打舱门，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，我得、哦、还得散散烟，还抽着烟呢，别吹，滚！我刚才就想说你了，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？飞机上不让抽烟，知道吗？刚才就想说你，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，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，您都抵制了，抵制完了呢，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。一天到晚张嘴闭嘴，忍不了忍不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乌鸦站在煤堆上，瞧见别人黑，瞧不见自己黑。说的就是你，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。气死我了！快，是我办的事儿不对，你得承认呀。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。我怎么丢人了？飞机到了目的地啊，我们都往下走啊。对呀，他一往下走，我到地儿了，空姐给他拦住了。来，你拦我。同志，同志，你不能走。对呀。空姐，是我刚才麻烦你了，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！对，我凭什么让我走、啊？我到了，你看多神奇！我到地儿了，什么？那你也不能走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不让我走？凭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我走？对呀、啊，同志，您走可以，啊，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。我卡那儿了。结婚生孩子啊？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？怎么没关系啊？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。指望我抱孙子？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能不往心里去吗？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，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？我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们背课文，哎呀，被那唐诗把我累的呀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说我家就有酒。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，哎，有这样的，听就听吧，你还唱出来，那不由自主啊！唱的什么破歌呢？哎，什么歌招着你呢？啊，五环，哎呦，你比四环多。